我们是中山社音。接下来呢，他们要带来一个合作曲，是跟谁合作呢？让我们欢迎成功音创上来，掌声跟尖叫声，耶、来哦，快上台哦，来了，张静雅小妹妹，你的泡米已经好啊，啊，你知道她为什么上的那么慢吗？为什么？啊？因为这个女生同学说她刚刚。他有事情要跟你谈啊？什么谈？谈恋爱哦！马上跟你学一招。好，没关系。再教大家一招，再教大家一招。什么？就那个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我的东西怎么还没来？好像为什么还没有来？这个好像有听过哎。对，因为我有点个东西没有来。什么东西？我有点喜欢你。哎呀！应该不是跟我说吧？没有跟你说也可以啊，毕竟我是那中山女中的校友。对，不然对第八十七届，不然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自行做我们的私密行程这样。没有，哎，你是主唱吗？好，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那名字是什么？还是你也有事情要跟他谈？没有，没有，哎呀，那跟我谈一下好了。好，没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吕美杰。美杰，美杰啊，美杰啊，所以算是人如其名哦，真的吗？蛮美的，又美又整洁，对啊，是这样子来哈。对，那你烤肉的时候，你会先烤什么东西？棉花糖。
考虑他棉花糖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会先考虑你。哎呀，好，没关系，今天教大家那么多，那台下男学生记得学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，我都是靠你教我的啊。对，所以呢，你现在有什么成就？大概就是四五个女朋友，可是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男朋友这样。这样是不好的哦，各位。没有，他们平常只是想跟我聊聊天而已。好 ，OK， 看后面同学也已经准备好，今天要带什么歌曲呢 ？Dreaming Alone。好，大家洗耳恭听，掌声跟尖叫声。接下来呢，一样是我们的炫音创要带来的表演哈。来来来，好，速度要快一点哦，小跑步上台。好，这应该是来自我们的成功音创的同学。好。同样在他们 setting 的过程呢，不然就问问这个梳油头的帅哥，你应该是主唱对不对？不要不理我，你是有点害羞。喂，啊，你还好吗？还好啊，还好。你会不会有点紧张？还好啊。爸爸叫什么名字？啊？爸爸叫什么名字？这不好说啊。真的吗？三点水一个永远的永怎么念？啊？什么？三点水一个永远的永怎么念？永啊。三点水一个不及格的及怎么念？这有点难耶，急吧？急啊，算你厉害。那三点水一个过去的去要怎么念？哎，你们怎么泄题？他都答不出来了。我刚想说还什么的，算了。对，所以
现在有没有消除一点紧张感？啊，我没有紧张啦。你没有紧张？没有啦。确定？真的。女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忘记了。肖佩伟。啊？这有个问题哦。哦。好，这有个问题哦，家人就不可以讲，女朋友就可以讲。请问一下，妈妈会跟女朋友同时掉到海里的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种问题就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啊，这太难回答了。我不会游泳。你想到我不问问题就要报警，报警就要赶快祈祷你的团员赶快 setting 好哦。好、okay ，要不然问问别的啦。啊？什么？你知道 C O C O 怎么念吗 ？Coco 啊。那你知道 M E M E 怎么念吗 ？M E M E。嗯 ，M E 不是成功了吗？啊、怎么念？猜猜看嘛，咪咪啊，那、哦、真的是咪咪哦。那、啊、你知道 C O M E 怎么念吗 ？C O M E come， 想赢我、啊？算你还有点智慧了啊！开个玩笑，跟大家玩一下。好，同学都准备好了吗？还没？来来来，怎么样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？你方便透露一下吗？这首歌叫做《世界尽头》，啊，就是个摇滚乐团的歌曲，是不是？算吧，反正就是啊，自己都不带。好吧，那就祝你走到世界尽头。好，来，掌声跟尖叫声。就是今天这个舞会，应该也算是中山班联的惩罚吧。就是走到这里，很多社团都惩罚了。然后这首歌你们等下听了应该会蛮有感觉的，反正就是送给那些努力在青春里留下什么的我们，世界尽头。怎么还是很没用，早忘了开始的理由，记不记得曾说过改变世界不是场梦，是不是该放手一搏，别害怕有我在，你的梦想左右，直到个世界尽头，别难过，没什么，眼泪擦干之后，记得我们路还要走。记得曾说过，少了些什么。一群好朋友诉说着天长地久，别害怕有我在，你的梦想左右，直到某个世界尽头，别难过，没什么，眼泪擦干之后，记得路还要走。
你的梦想左右，直到某个世界尽头。别难过，没什么，眼泪擦干之后，记得我们路还要走。世界尽头，别难过，没什么，眼泪擦干之后，记得我们路还要走。Hey everybody go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的话，我们的成发成功音创十八届最终展演5月15号在 ATT 等你哦。谢谢我们的成功音创，好，谢谢了。